来看看19世纪末贵族男士们的精致着装。1997年，裘德洛顶着他那张帅到无死角的绝美容颜，出演了传记电影《王尔德》。这个现今看来非常毁三观的电影，因为主角们的高超演技和主创团队的精心打磨，让这个由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电影剧情看上去无比的合理又让人动容。王尔德是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之一，唯美主义代表人物，其创作的巨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世界，比如名誉文学史的《莎乐美》就是王尔德巅峰唯美之作。作为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王尔德以及他生活圈子里的其他人物都走在了时代潮流的顶端。电影《王尔德》为了再现19世纪末贵族男士们的精致着装，为主角们提供了一个豪华版的男士衣橱。本片的故事开启于1882年，那时候的西方服饰正处于巴塞尔样式时期，男装款式基本上延续了30年代以来的绅士服为主，加上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西装外套、马甲衬衣和裤装三件套的样式逐渐确定，以及商务西装和休闲西装也随之出现。人们对服装实用性的追求与日俱增，到了巴塞尔样式时期，男士的着装越发简洁实用，样式几乎没有变化，依然保留了三件套的着装，唯一不同的是现代型的衬衣和领带登场，即衬衣领是呈有领座的翻领，过去系在衬衣领上较小的领带被称作耐克塔衣，到了19世纪末逐渐变成了现金领带的形式，系扎方法也被固定下来。但贵族男士们的衬衣领型不仅限于翻领，在出席正式的场合大多以蝴蝶领为主，即衬衣是尖尖的小翻领，领带是精致别致的蝴蝶领带，颜色多以白色为主，也会用到黑色的蝴蝶结领。马甲是标配，可以是单排扣也可以是双排扣，面料的种类也很丰富，从天鹅绒到缎面织锦应有尽有。马甲上还会佩戴金属挂饰，尽显贵族的贵气优雅。外搭的西装西裤以黑色为主，西装的长度也不受限制。另外，贵族子弟为了显示自己的洒脱风流，正式的场合会在西装左翻领的扣眼别一朵鲜花，这种扣眼在公开场合冠以美人啃或花眼的雅号，有时也会在西装左胸的插袋别一抹织锦的手帕。区别于正式的场合，19世纪末男士日常的着装会比较随意，西装外套不局限于纯黑色，还会用到其他图案和花纹，比如让裘德洛帅出天际的格子西装，内搭的单排扣马甲同样也是格子的，裤子是白色的直筒裤。出去聚餐的时候，西装上的扣眼和插袋都别上了鲜花和手帕，但这件格子西装搭配的衬衣和领带已经非常接近现今衬衣和领带的款式。裘德洛还有一套圆弧剪裁的米白色毛呢西装，搭配的是粉红色马甲和手帕，还有天蓝色的领带，但衬衣的领子并不是我们现今流行的尖领衬衣，而是圆滑的小翻领。那个年代流行的不单单只有小翻领，还有竖起了的小立领，比如在影片里出场不到五分钟的精灵王子奥兰多布鲁姆就穿了一件小立领的白色衬衣。服饰除了标配的三件套，19世纪末的贵族男士日常还会佩戴海狸帽出门，比如曾经在《暮光之城》系列电影里出演沃尔图里首领的麦克辛就在影片里佩戴了一顶高筒的海狸帽，很有贵族绅士的范儿。与海狸帽一起出镜的还有一根木质手杖，这样的手杖在19世纪是权力、地位和高贵生活方式的象征，它起源于12世纪的王室权杖，到了17世纪以后逐渐转变为欧洲有身份地位的男士出席社交场合必备的事物。那么对比起现今流行的男士着装，你觉得19世纪的男装会更好看吗？